朝嘉靖年间，君主昏聩，权臣误国，沿海一带倭患肆虐，北方边陲战事不断，神州大地灾荒不断，匪盗横行，叛军作乱之事也时有发生。你们谁敢越一步，我让王爷人头落地。给我速调飞营，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！怕什么？有王爷在，谁敢轻举妄动？千户大人，千户大人，千户大人，千户大人。义父，义父，今天的考试，你们二人不能通过。义父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是啊，义父。你们可知道今天的目标是什么？营救王爷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何放弃王爷先救王妃？事出突然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。妇人之仁，此前我早已三令五申，飞鱼营的入营考试不但要求武艺高强，更要求坚定的意志和绝对的服从，执行任务才是你们的天职。义父所言极是。三郎，确实是你的错，快向义父认错。难道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王妃死于非命吗？三郎，我且问你，你为什么想加入飞鱼营？义父教诲，好男儿精忠报国。不错，你们练就一身本领，并不只是为了在火票营当一名送信的小校，飞鱼营才是你们报效国家的用武之地。
然而，飞鱼营绝不同于锦衣卫的其他机构，他所担负的每一项使命，都关乎着千百人的生死和大明朝的安危。在未来的道路上，你们所要面对的是最强悍的敌人和最狡猾的对手。唯有具备钢一般的意志和冰一般感情的人，才有资格加入飞鱼营。你们明白吗？孩儿明白，孩儿谨记在心。义父，大哥，你看看，锦衣卫的探子。大哥，山寨地图已经被送走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追！这地方应该就是接应地点。奇怪，怎么没看见师妹啊？师妹会不会出事？啊！师妹的柳叶镖啊！师妹，师妹，你没事吧？还好。来，喝点水。谢谢。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封400里加急连夜池递到济南府，交给镇抚使大人。信中有何军机要务？离此处5里有座卧虎山，山上贼人盘踞，匪患由来已久，官府数次派兵讨伐，均告失败。卧虎山不但险峻无比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而且山贼还在寨子周围设下了无数机关埋伏，
让前来剿匪的官兵死伤惨重，大败而归，所以掌握卧虎山的防御图成了剿匪的关键。我明白了，这是卧虎山的防御图。正是，为了这张图，我们的一个兄弟已经把鲜血洒在了卧虎山上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赶快走。哟，客官，里边请。几位是喝茶还是吃饭？给我们十个烙饼，带走。好嘞。三郎，我们不能在这耽搁时间呢。是啊，你怎么还有闲心吃饭呢？这个茶摊是山贼的眼线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见过茶摊里面卖茶的和喝茶的都系着同样的绑手吗？先别看过去，就当作没事一样。我想那些山贼的追兵不消半个时辰就会到了。我们被盯上了，这怎么办？哎，小师妹，这附近的地形你比较熟悉，这两条岔路是到什么地方？前面左边的大路是去济南府，右边这条小路前面翻过三河村也可以拐回大路上。我有办法了。哎，客官，您的饼好了。好，拿着。哎，谢谢。哟，这么多啊！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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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带着空信封从大路走，吸引后面的追兵。你们两个带着地图从小路走回济南府吧。不行，你这样太危险了。是啊，不可以让你去冒险，想想其他办法。都别争了，就这么定了吧。希望你们俩能平安地把地图送到，就算赴汤蹈火我也心甘情愿。叫他们把信交给了那个小子。啊，没错，他骑着快马朝大路跑了。大哥，咱们快点追吧。那一男一女跑到哪儿去了？哦，他们骑马朝小路走了。朝小路追吧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傻。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可惜嫩了点儿。这条小路明明通行不便，却派两个人走，不奇怪吗？很奇怪吧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大哥，这帮家伙就交给我了。嗯，走。走，这走走，沿着小路追。这这这这。奇怪，怎么还没有动静？三郎不会有事的，放心吧。我还是不放心。别担心，从小到大我们都了解他的脾气，谁也拗不过他。嗯，我们兄妹几个中就属他命最苦了。
其实我们都是苦命的孩子，每一个人都是乱世孤儿，要不是有义父，可能我们早就亡命天涯了。杀！娘的，连个屁都没有啊！你下去搜搜。哎，二当家的，这么高摔下去，早成肉饼了，哪儿找去啊？这个，我让你下去搜搜。我告诉你，地图就在他身上，你要是找不着地图，就别回来接我。快去！得，你们几个跟我来。走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找三郎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师兄，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平安无事喽！平安无事喽！朱小福，哎，掌柜的。有何吩咐？换镖号。换镖号？掌柜的，老当家的不是说这穷山恶水的要喊平安镖吗？别听我爹的，我要你喊出咱镖局的威风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镖行天下，我武威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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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天下，我武威扬。镖行天下，我，哎，掌柜的，你看，停！傻站着干嘛？快救人呢！哦，哎，你们几个那边搜，你们几个那边，我来这边搜，过来几个。这小子他娘的没死啊！这里有马粪，哪儿呢？在哪儿？
在这儿呢。奶奶的，肯定是路过的人把他救走了。马上通知柯哨口，但凡见到活的，一律留下。是。快！准备一下。好。掌柜的。你俩按住他。哎哦，你们是谁呀？我们是龙骑禁军。龙骑禁军是什么？终于醒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我身上东西哪里去了？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摔坏掉了？本姑娘救了你，你一句谢谢也不会说。你救了我？怎么着，这里还有别人吗？给，吃药。谢谢。这还差不多。我身上衣服哪里去了？刚洗完，外面晾着呢。你帮我偷的衣服啊？是啊。怎么，一个大男人还害羞啊？我。好了，你问够了吧？该我问问你了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怎么会伤成这样？我做生意的，本来要去济南府走亲戚，结果半途迷了路，碰上了山贼。是山贼把你打成这样的？他们抢了我的银两，还把我推下了山崖。你做生意的，你卖什么呀？桐油。我是卖桐油的。桐油？桐油卖多少银子一桶？4000文银一桶。你多少钱进的货？3钱4分2厘。啥好名字？广顺。还行，不过。不过什么？你这生意啊，做的也太没赚头了，卖上100桶才赚5两8钱银子，你累不累啊？你算的真快啊。那当然了，我打10岁起就开始算账了，人家都叫我铁算盘。铁算盘？哎，我说你也是个做买卖的，怎么看起来傻乎乎的？我看啊，八成是让山贼给打傻了吧。对了，你有没有看见我衣服里面那块布啊？什么布啊？大概这么大一张，上面画着很多东西，它对我很重要的。是这个？就是它。瞧你宝贝，刚才我差点把它扔了。哎，这上面画的什么呀？稀奇古怪的。没什么，就是走亲戚用的地图。哦，难怪你会迷路呢，地图画成这样，人看得懂才怪呢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的伤还没好，不能动。我还要赶路。哎呀，不是叫你别动吗？你着什么急啊？就算吃了我家的还魂散，也起码要静养2日才行啊。不行啊，
济南府有我舅父抱病在床，我赶去见最后一面，不能耽搁的。这确实也是个急岔子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跟我们一起走，我们也是去济南府，路上方便给你换药。啊，谢谢姑娘。行了行了，甭多礼了。镖行天下，义字当先，这是我们镖局的规矩。镖局？你们什么镖局啊？平安镖局。那姑娘是？平安镖局掌柜的古平安。既然我都说了，你也报个腕吧。在下王兆兴，赵丰年的赵，兴旺的兴。赵兴，这名字啊，一听起来就是个做生意的。去去。怎么没动静了？进去半天了，不出来啊？哎，大牛，你说掌柜的不会真把那小子带上吧？那他敢？站住！掌柜的，有事吗？有啊，你俩耳朵怎么了？啊？没怎么呀。没怎么？没怎么？再给我把门缝，看我不把你们俩的耳朵给割下来！掌柜的，这带生人上路，这可是押镖的大忌啊！是啊，掌柜的，这小子从天而降，来路不正啊！哎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我看你俩才来路不正呢。咱镖局的祖训是怎么说的？穷苦病残咱必保，危急待援咱要管。所以啊，可万一他是坏人怎么办呀？就是啊，他是不是坏人我不知道，但至少有一点他没有说谎，他身上的箭确实是山贼射的。检查一下东西，快！是是是是。掌柜的，师伯，八成是毛贼来踩盘子的。不会是那小子引来的吧？掌柜的，咱可不能惹祸上身啊！要是真让贼盯上了，咱们就更不能扔下人家不管。可是，行了，别说了，这事儿我做主。天快亮了，套车去。不行，老掌柜的说过。行走江湖，安全为上。你非要带他上路，我们就都不走了。你敢？我就敢。哼，你还说你敢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不过你那两个兄弟好像不太喜欢我。别理他们，手下人不懂规矩。掌柜的，咱们能不能走快点？哟，你还嫌慢呢？告诉你吧，我们平安镖局的规矩就是单日只行60里。才60里啊，能不能再快点？你要是嫌慢啊，现在就给我下车回破庙里躺着去。我没这意思。瞧把你吓的！告诉你吧，我们镖局啊，一诺千金，我一定会平安的把你送到济南府的。精神着点。哦。歇会儿吧，来，你再喝点，把东西放这儿。渴了吧？给。谢谢。
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又苦又酸的。这我们家标酒。标酒？这标酒啊，是我们家祖传秘方自制的，内外商兼制，是我们走镖上路的必备之物。哼，你们镖局真的很奇怪。啊，对了，你们这趟押的是什么货？这你就甭管了，哪那么多问题啊？纯粹好奇。好奇什么？想劫镖啊？在这儿呢！哎，快，在这儿！掌柜的，他们人可不少啊。怕什么？两年都没遇上过劫镖的，正好打个痛快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哎，他们不会是知道我们倭国里有红货吧？管他呢！他在那儿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是，护镖。掌柜，当心点，好好待着，这没你事儿。臭娘们，你等着，我们回来的。好，本姑娘随时奉陪。看清楚了，我们是平安镖局。小福，去何记老店。为啥？风紧，早出店，免得中埋伏。来，喝。来，你也喝啊。酒来了。来，哎呦呦呦，各位客官，你们早就来了。来，走。哎呦，哎呀，老板呐，奴家还要给您斟酒呢。哎，哦，我是老板，你是老板娘。哎，咱们俩是天作之合呀、啊！我劝您呐，还是早点放手的好，不然怎么啦？我怕您呐受用不起。小扇子啊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招呼客人！哎，好，各位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你们老板呢？老板娘，有人找。来了，客官，里边请，来吧。哎，你是这的老板？是啊。那何老板呢？哦，何老板把这家客栈盘给了我。怎么回事？哦，一听你就是这里的老顾客，来吧，请。不必了。哎，掌柜的，怎么了？来吧，上面的住店当需住老店，不住昌辽之店，不住易主之店。可是这方圆30里没有第二家店了。客官，哦，你看，哎呀，店不留人，雨留人呐！你看这黑灯瞎火的，您还能去哪儿啊？你知道吗？附近呐，可有山贼出没的。危险呐！好吧，我们就住一晚，给我2间下房，1堂通铺。好，等等，再多开1间上房。好的，客官。上房，掌柜的，您
发财了。扶他上去。啊？扶他上去啊？嗯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吃吧吃吧，吃吃吃，饿坏了，饿坏了，来来。多吃点啊！都嗯。当家的，这回遇上硬茬了，他们不吃咱家的酒菜，自己到后厨房做的饭。这么谨慎，肯定带了红货，那就想办法弄得他们的底细吧。山贼都是冲着图来的，如果我继续留在镖队里，只会连累无辜。不行，我得连夜把图送出去。你不好好躺着干什么去？我去茅厕。茅厕在另一边。啊，掌柜的，你看这血迹。我早就料到这家店不干净。你的意思是这家店是黑店？老板，哎呦，两位客官，欢迎光临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看你大呼小叫的，都不懂得怜香惜玉。老板娘，走路要多小心，免得摔跟头。啊，客官您身手不凡，奴家想摔都摔不倒啊。老板来了，两位客官请进来啊。你是老板娘？嗯，麻烦你给我们准备一间上好的房间，再来一桌酒菜。好的，小山子。哎，来了，请两位客官去房间吧。好嘞。两位客官，里边请。啊，您请。哎，当家的，又来了两只肥羊。该找老娘发财，今晚来个一勺烩。哎，镖师的货验了没有？镖箱里面没红货，箱子是空的，想办法再找吧。哎，我说，那票人就住在客栈里面。对呀，那一男一女俩锦衣卫也都进到里边去了。好，他娘的，正好来个包饺子。哎，二当家的，不是小子无能，是那小子呀，他找了一帮镖师护着他，那他们那个个功夫了得呀。哼，胆子不小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今天就让他们脑袋搬家。走。大家听着，今晚罩子都给我擦亮点，大牛小猪
你们俩轮流负责守夜。好，去吧。好。大牛。哎。查标记。水还挺深的，二当家的，怕他干什么呀？你懂个屁！如今，中原的镖局已经结盟，相互联保，得罪一家就等于得罪了八家。那今晚咱们就不干了？要干，就得干得干净利落。过来。大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晶晶，难道你看不出我的心吗？师兄，别这样，你放手。不，我不放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晶晶，我们朝夕相处十几年，我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啊。晶晶，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，我对你的真情，明月可照，苍天可见。可是我们现在正处在危难之中，正是因为这样，我们今天差点死在贼人的刀下，所以今天我一定要把心里话都说出来，不管是天塌地陷，我也要告诉你。别往下说了，难道你忘了义父的教诲了吗？任何情况下都得以任务为重，殒身不恤，切莫再提儿女私情。你说的对，但关键的问题不在这儿吧？你心里面真正喜欢的人是三郎，对不对？我没有。真的没有？你敢对我发誓吗？当然敢，我对他绝对没有这种感情，而且以前没有，现在也不会有，今后也绝对不会有。我们彼此之间还是应该保持一点距离，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。酒里有毒。啊！飞黄石，是三郎用的飞黄石。不可能啊！三郎。青马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你让我走，免得人家误会了吗？好啊，我听你的。
今儿给你点好料，来吃吃吃，哎，去去去去，没完呢。老板娘，这么晚了，你还不休息啊？哟，瞧瞧，他们都回屋睡大觉了，把你一个人扔这儿，真是太不仗义了。喏，这个是我亲手做的酒泡螺丝，喏，你尝尝。我不吃。哎呀，尝尝。我不吃。尝尝嘛。哎呀，我不吃。嗨，发那么大火干什么呀？不吃就不吃嘛。哎呀，什么声音啊？哎，狐狸精敢动本姑娘的镖！哎呀，走！说，到底来干什么？说！哎呦，我说，我们二当家说了，说起来先把你们马放倒，断你们的后路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去你的！哎，这！胖子，对不住了啊，拿你试试刀。当家的，怎么样了？摸清了，红货就藏在那车窝瓜里。妈的，窝瓜镖！他们可真贵呀！哼，再贵也没用。老娘让他三更死，他就别想活过五更。告诉下面，今晚三更吹灯拔蜡。你怎么在这儿呀？我去茅厕。又去茅厕？你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。走。啊，等等，里面还有人。过来，蹲下。说，我说，二当家的跟我说了，说让我先用迷香啊，把你们全撂倒了。然后我就上楼顶举火为号，他们就杀进来了。真是前面有狼，后面有虎啊！掌柜的，趁他们还没动手，咱们先杀出去。不行，他们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非吃大亏不可。那怎么办啊？我倒有个办法。我本将心向明月，怎奈明月照沟渠呀！三郎，姑娘，我是平安镖局的镖师，请你们听我说，这是家黑店，他们今晚要对客人下手。你怎么知道？请你们相信我，想要躲过这一劫，就照我说的做。怎么还没动静？老子的屁股都快冻住了。吹灯拔蜡。是。
弟兄们，从后院走，走。你们几个去那边。是，你们跟我来。是。婆娘，你敢挡我的路还杀我的人？哼，你给我听着，你们来到这里全部都得死。讲，跟我作对的人，统统都得比我先死。啊！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去济南府。告辞了。
听说过关门放狗，还没听说过关门狗咬狗的。让他们互相咬去吧。天上掉下来的，看你好像傻乎乎的样子，鬼主意倒不少。你看什么呀？人家都有丈夫了。啊？哎，掌柜的，哎，顾掌柜，小女子有一事相求。哦，只管讲来。小女子正要和丈夫去济南府探亲，不知能否送我们一程。好啊，反正也是顺风镖。这是定金，多谢顾掌柜。要不了这么多，都走一半了，顶多收你一两四千银子。可是我没有散碎银两。放心吧，平安镖局童叟无欺，到了济南府我找给你。谢谢。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，是小的该死啊。徒拿，徒拿回来没有？没有，还在那小子手里边。二当家的，就是被那小子和平安镖局给害死的。平安镖局，我一定要把这碎尸挖断。三郎，你伤得重不重？你是怎么脱险的？我们都以为你死了。我要死了还能坐在这儿吗？怎么你生气了？我生什么气啊？我生得着你们两个的气吗？三郎，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快把图送到济南府。好啊，我们现在完全有能力把地图送出去，但是不要把镖队扯进来，这样对他们太危险。这是没办法的办法，前面还要经过50里才能到达官府管辖的大道，如果不跟镖队一起走，这封400里加急根本别想送出去。这真的是唯一的办法吗？是，飞鱼营的每一项任务都是绝密，我们还在接受考验的阶段，千万不能出差错。三郎，千万别忘了义父的教诲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以任务为重，你说对不对？地图现在何处？放心吧，我把它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还有多久才能上官道？快了，翻过前面的山头就看到了。怎么？下去看看吧。嗯，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官爷，我是平安镖局的，要押镖去往济南府。平安镖局？没听说过。啊，我家镖局在沧州，不常走远途镖，官爷难免不知。我不管你沧州不沧州的，我们要检查。你们凭什么检查？这一带常有土匪作乱，官府有令，过往人等一律接受检查，以防匪类流窜。把他给我抓起来！等等，你凭什么抓我？我看你像土匪。哎，慢着，官爷，凡是镖局押镖的都有官府开具的录引文书，你为什么不查一查？录引？哦，我等会儿再查，你管得着吗你？
怎么办？大师兄还在上面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送徒要紧。三郎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为什么停下？我要回去。你疯了，任务还没完成呢。由这里前去已是繁华之地，应该没有匪类。你赶紧带着地图去找镇抚使大人，请他出兵攻山寨。我去救大师兄跟谷掌柜。三郎，你糊涂啊。飞鱼营规定，除非以死殉职，否则有命必赴，有令必交。如果完不成任务，就是抗命不尊，你就永远别想加入飞鱼营了。图你拿去。叫叫三郎，你难道忘了义父的教诲了吗？什么情况下都要以任务为重。义父的教诲我怎么会忘呢？可是义父还教导我说，将军即皇室之胄，信以著于四海。现在地图已经安全了，如果我还见死不救，那我不就成了无情无义之人了吗？难道你就心甘情愿当一辈子送信小校吗？如果这是命，我认了。你这是送死。说，那小子在哪儿？不知道，要杀要剐，来个痛快的。嘴还挺硬的。那你告诉我，他带的图藏哪儿了？图？什么图？就是他身上装的那张图。你是说那个呀？人家走亲戚用的一张破纸，你找他干嘛呀？哼，跟我装上傻了。谁跟谁走亲戚啊？那就是走亲戚用的呀。难道那不是走亲戚用的？我像他亲戚吗？大当家的，我看他们拼命地护着那车倭国镖，那里面肯定有鬼啊。哼，有道理。臭丫头，搞什么鬼？我在押镖。放屁，押镖就押那么点银子？我爹说了，平安是福，小富即安，所以我们镖局向来只押100两以下的镖银。胡说八道，你们拼着命就是为了护这点银子？那当然了，银子再少也是镖啊，受人之托就得讲诚。还敢跟我废话，赶紧说我的图在哪儿。不知道。你这是送死。我是有备而去。昨天晚上我已经研究过那份地图，这匪巢东西南三面，濒临万丈悬崖，鸟兽插翅难飞，只有一条上山的路在北面，却是机关重重。卧虎山犹如铜墙铁壁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话虽如此，这卧虎山也不是一点破绽都没有，越是不可能的地方，越是他薄弱的地方。
就老乡，哎，请问一下，这上面有去卧虎岭的路吗？有。哎呀，也没有。此话怎讲？你看，这上面有条采药的小路，你要是有本事啊，就从这儿爬上去，就到卧虎岭的后山了。多谢。冲我来啊！我的徒呢？他怎么来了？你会武功啊？我这不会还干。最快的速度滚过去，兄弟们，我们滚过去。
是白虎星下凡，想杀我，找死！
古掌柜，这是哪儿啊？平安镖局。平安镖局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都昏迷两天了，我又不知道你从哪里来，又不知道把你送到哪里去，就只好把你送到镖局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平安，平安，爹！哎呀，闺女，哎呀，快让我看看。伤到哪儿了？干什么呀，爹，我没事儿。还说没事儿，我回来的路上都听说了，你们遇上劫镖的了。嗯，那山贼有没有这伤到你哪儿了？没有，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吗？哎，那就好，谢天谢地，祖宗保佑啊。哎，爹，别光谢老祖宗啊，还要谢谁？这次我们能够安全脱险呀，多亏了一个人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为了防止你开溜啊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开溜？你莫名其妙的到了平安镖局，不开溜才怪呢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义父想要惩罚我？不是。难道他不要我了？也不是。好了，你别自己吓唬自己了，义父有令，要我交给你一项任务。什么任务？让你留在平安镖局当镖师。你要把姓王的这小子留下来当镖师？是啊，人家是咱的救命恩人，现在他落难了，咱们自然应该收留他啊。什么救命恩人呢？我都听得出来，自从你遇上这小子，就没碰见过一桩好事。我一辈子走镖没遇上的灾祸啊，这回全让你遇上了。哎呀，爹，你也不能这么说，这能怪人家王兆兴吗？要怪啊，就怪现在世道不好。那也不行。你知道这小子的根底吗？不知道，但我敢保证他一定不是坏人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我为什么要留在平安镖局啊？因为这不但是义父的命令，更是飞鱼营交给你的绝密任务。哼，飞鱼营，你别再说笑了，我这辈子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进入飞鱼营了。三郎，你看这是什么？飞鱼腰牌。不错，王兆兴听令，指挥使大人有令，特准与王兆兴加入飞鱼营，特赐飞鱼腰牌。师妹，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三郎，你这次剿匪立下奇功，义父又一再保举你，所以才被破格提拔进入飞鱼营了。可是为什么要留我在这里当镖师呢？因为义父觉得你有个公开身份做镖师，将来执行任务会更加方便。古掌柜他们不会怀疑啊。放心，你一路上撒的谎我们全都帮你变成真的了，就连你济南府的舅舅都确有其人，就算他们去查，也查不出任何破绽。那就这样吧。我说不行就不行。你要是不答应，下个月就别想领零花钱。啊！竟然威胁起你爹来了。我不是威胁你，我是通知你。
其实啊，爹不是不答应，再怎么着你也得问问人家同意不同意。王兆兴，原来你没走啊？干嘛要走啊？那这么说，你愿意留下来当镖师了？嗯。太好了。对了，你怀里的那张图。什么图？算了算了，那都过去了，问他干嘛？备组去。镖行天下亦当先，江湖人员是犯员，单日只行60里，护镖上路四保全，小行息速须牢记，住店当须住老店，酒色真毒必不适，宴请二亲老。